成员安于真近日在马尼拉的表演舞台上激动落泪，绝美的哭泣模样引发热议，让粉丝称赞她哭起来像演员。虽然他们不想看到于真伤心，但也忍不住为她哭起来的美貌而陶醉。于真红着眼圈和湿润的瞳孔，看起来就像浪漫韩剧中的女主角，哭泣的时候楚楚可怜，眼睛超漂亮，很灵动。如果是演员的话，一定能够很好的传达角色的情绪给观众。于真哭也不会有不好看的样子，似乎能好好的管理表情，把头发扎起来看起来更漂亮，真的很像漫画人物。怎么有人哭起来那么美？公司是有专门训练女偶像哭的时候也要完美表情管理吗？拜托快让于真去演戏吧，想看到大荧幕上美美的于真哭戏，一定会迷倒大批剧迷。